什么玩意儿？我操！怎么了？你先上，我垫后。你先上，我先垫，我先垫后啊！哎呦，我脾气好暴躁。哎呦，我你妈眼珠子充血，哎呀，七窍流血。嘿。哎，老毛了，你先上啊！你先上，你先上。哎呀，我天！啊啊啊！对对对，干他！就干他！来，用刀划他来！哎呀，被你擦死了！哎，用刀划他！对对对！啊，看我划到了你妈180多刀，我你妈把他捅死了！你这么没用呢？一点伤害都没有，来走来，全你妈靠我啊！你这样靠我的话，那后面 boss 怎么打？是不是？啊，就你那么菜，哎，等我保护你啊，放心。你看我这技术，我你妈，谁打得过我？哎，这边有窗户，来跳，来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来。那个，哎，前面，前面，前面，我右拐，右拐。哇、哦！过来，过来！我过你妹呀、啊！我去，让我过去！我操，还会说中文呢、啊！哎，老毛的，不要冲动啊！老毛的，哎呀，我去，飞天梯！我操，老毛的表演时刻到！哎呀，我操，又一个飞天梯！哎呀，你这么牛逼啊！啊，毛爷啊！啊，毛爷，我们先走吧，人太多了啊，太多了！你看你是不是逗逼啊？明明你打不过你妈，你还打两下子？浪费5发子弹，我身上还有12发子弹，你还有5发子弹，你说我们后面怎么打？是不是？啊！我看你玩游戏一点都不靠智商嘛，玩游戏要靠智商啊，对不对？哎，我捡到一个红草，我把红草给你来，等会你组合一个，把、啊、红的给你。啊，行，我开门，开门，开门，两个人同时洗脚破门而入，来，来 ，Come on，Come on， 他妈什么玩意儿？我的妈，快踢呀、啊！来踢啊！哎，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你这笨的哦，叫你读书你要喂猪，你妈你看你喂猪喂的，什么玩意？我这么大的刀啊！这一把大斧头不可能是用来砍树的，我操！这什么玩意？好残暴啊！没有子弹，来，有点罐子来，罐子罐子罐子。罐子子弹，我尼玛，我都妈30多发子弹了，你就10发子弹，太鸡巴菜了。来，哎，老毛的，那个机枪你要不要啊？啊，要不要第一把机枪啊？你捅到我了，捅到我很疼的，有误伤，有队友误伤。这个梯子往上爬来。哎，我操！老毛子，你把绿草捡了，我把子弹捡了啊！把绿草组合一下，等会这个，可以给我们加血。好，行，开来。Chris， 你为什么叫我的名字的时候那么性感啊？啊，谢情辞。下了吧。Chris。哎呦，有子弹啊！哎呀，我你妈，我60多发子弹了！哎，什么鬼？怎么进入剧情了？我还捡东西呢！啊！哎呀！我操，这么多暴民啊！听不怕，就慌吧！我脑髓眼疾眼呀！把人领走！我操！还是飞行员眼镜啊！其实我之前去过南非旅游啊，我也会说一点南非话啊。哈喂哈基尔啊！我尼玛这么彪悍，这胖子怎么那么肥啊？我用手枪打得过吗？哎呀！哎呀！
哎呀，好残暴！阿笨蛋，你，我操，发现我们了！哇、这么多呀、我操，还有 boss 啊！这他妈太快了吧！我还没准备好就来 boss 了。啊！哎，完了！哎，完了！那毛蛋怎么办啊？哎，这俩跪着，俺们来堵，把堵起来了。哎，你去堵那边，我去堵那边，把堵起来。他妈堵起来，不让他们进来啊！不让他们进来。哎，这苹果，我手雷，我操！手雷，哎，我手雷，手雷是五是吧？哎，快堵起来，快堵起来！对，快堵起来啊！先躲，我找东西啊。多少弹子弹啊！我手枪，我操！哎，我七十二发。啊，先等一会儿。哎呀，他们进来了，老毛了。哦，我等一下啊，先不着急啊，我们就在屋子里面打，他们进来一次，我们打一次啊。啊，来扭脖子！哎呀，好凶残啊！我说你怎么用刀呢？怎么了？等我给你机枪好吧？走了，哇！完了一大坨，来庐山神龙吧，强健亚历娜出来吧！他们的快出来，给他们走过来！断腿，过来扭脖，擦！小弟。哈！哎，我去！毛子最好不要受伤害了，毛子啊啊！去你妈！他的装死，他妈的装死啊！哦！庐山神龙霸，强健亚历娜！去你大爷！狗血！什么鬼？我操！救我！哎，漂亮！支援的可以，到位！哎，来人了！我操！快跑！老毛子，快跑！过来！等一下！我找机会！哇！走雷！哦，来，老毛子近身战！啊，你们庐山神龙吧！快点，不要虚！第二个雷！哦，不要虚！老毛子盖头来了，盖头！后面拿下机枪来，过来！拿机枪！快，我的位置，没血了吗？给你补个药。你又不要干什么？我给你补药，机枪你拿走，把机枪拿走，快拿机枪！快点，那边那个修装备盒，快点！你逗逼啊！没时间了！跪下，庐山神龙吧！快，机枪拿，爆头，盖个头。OK， 提出来，近身！快打头！我操，我被爆住了！操你妹！再来双连击，注意配合，老毛，注意配合！啊，不要狂扫，狂扫不太好。啊，你个倒逼，你把自己烧起来了！哎呀，我操，我又被爆了，小心点。OK， 中！过来打连击！哎呀，我操！哎呀，我尼玛，老子！不是老毛子，你死了！哎，你个逗逼！我操，你在哪里啊？我说你怎么那么菜？我去，你怎么那么菜？你等我呀，大兄弟啊，等我呀！好吧，你被劈吃了啊！哎，小毛蛋啊，你技术不过关呐，你不像以前呢。我天妈，你现在怎么这么坑？你看我无伤，我操！啊，等一下，我看我真怕你了啊！等一下啊！那个
哇，你手上那么多药，你不组合一下？你把药物组合一下，放到一二三，然后这个我刚才手雷用过了，我手雷用过了没有了，来准备一下，来一次过，记住了，一次过，注意打头，注意打头，然后打连击，打连击把打死就有钱了。好嘞，准备啊，不要卖萌啊，这不是简单难度啊。尼玛，你怎么那么会卖萌？来，把手枪子弹捡一下，你把手枪子弹捡一下。来，我推。老毛子是不是因为你有女朋友了，就别那么坑呢？啊！快捡子弹，我来帮你打。把子弹全部捡了，快！你说，哎，其实吧，这个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打的话，我可以一个人把他打死啊。我主要是为了救你，我要不为了救你啊，我你妈他早就把我打死了。啊，这酷酷。哎，金子，100个金子。够嘞够嘞，谢谢小莫，谢谢我们的小莫，怎么办？守住啊，守住守住，先不要上，先不要上，先不要上，好，追铁夫攻击，哦，庐山升了吧？啊，两连漂亮，可以的，继续这样，保持好节奏啊，节奏，对的，漂亮，哎呀，打歪了，对的。就这个节奏，你怎么就不硬直呢？怎么就啊？不，不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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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大爷！好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现在直播窗口不是很好啊，然后动不动会闪出游戏啊，你小心一点。你先假的，啊、不，你先打一会啊。等我调一下窗口，好，修好了。哎，我操！我被砍了，救人！哎，我操！直拳！完了！太多了！拱住！快先出去！先出门！老子准备出门！子弹捡一下！地上子弹怎么捡？手雷，准备好。四五六 ，OK， 开门，啊 ，boss 来了，注意天上油箱，啊，电箱，啊，先注意点啊，准备啊，没关系，手雷丢的位置要到位啊，老毛子，漂亮，来，进场来，打啪，哎呀，我操，你这个鞭腿踢的。不到位哦，老毛子不到位，哎呀，我！快走！机枪，拿机枪，老毛子，你先拿机枪。尼玛，你是豆皮啊？啊，走来，烧，我先烧。OK， 龙山升龙吧，强奸雅典啊！来，过来打配合，不要虚。不要虚，来打配合，来，漂亮，双连击，来，我再丢一波火，等一下，OK， 不要近身，先不要近身，地上机枪捡一下，老毛子，快点 ，OK， 勾拳来，漂亮，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小心点。跪，来搭配，漂亮，双连击，打得可以。啊，不行，哎呀，我屏幕一直。OK， 搞定，其他这个小怪，赶紧刷子弹，快！玩出高玩的感觉啊！看我无伤，你妈你个逗逼！等一下啊！不行，我窗口还没调好。老毛子，你让我不要死，我先调一下直播窗口。哎呦我操！我操你妹哟！哎呦呦呦！我捡金子！哎，想打老毛的？有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啊？我操，金子！我浪费子弹不多，老毛子，你为什么浪费那么多子弹？你没有发现我是每一发子弹都能解决一个敌人的吗？哎呦操！
跪下，跪下！你妈，我不行了，我不行，我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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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我补个药，我补个药，我补个药，小药啊，大药没有。来，过来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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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哎呀，小逼，跪下！含住这个龙根！你翻过去，我翻过来，再翻过来。怎么都没子弹是吧？跪地上，用体术，我爆头。OK， 周围捡一下，周围找一下吧，水果摊。然后这边还有子弹，你自己捡。子弹你控制一下嘛，啊，你就不能遏制住你自己吗？是不是？我发现你长时间不玩游戏，你妈变得好菜啊！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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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后面跳，电箱拿去，我电还能电死几个呢？等一下，别急啊，别急，别急，等会这飞一个，三。二一蹦，大兄弟不会跳就不要跳好不好，啊，我来救你，直拳下来，靠这边来，靠这边来，靠这边来，支援马上到，支援马上到啊，先不浪费子弹，你看你子弹浪费的啊，我就不说了啊，你信不信我精准度是100%，你精准度只有70%啊！我看你开枪的姿态我就知道了啊！好，搞定第一关，简单轻松愉快啊！谢怪叔叔，谢谢。我玩游戏一直都很牛逼，好吗？我很多游戏都是最高难度单通。谢谢小辉，谢谢。你看老毛这啊，一打 boss， 我尼玛慌得要死啊！我勒个去，无限被 boss 搞。这种 boss 啊，都是被打一下就会被秒杀的，要看走位。哎，这些他哥哥，而且这个游戏的 boss 它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 boss 会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啊，非常难。那你们看我精准度呢？看到没？看到没有？180，不，800%，804%。那为什么呢？啊 ，S 级。击倒340个敌人，是吧？高手，哎呀，你看他个菜逼还死一次啊，他还死一次，他死一次拖我分数，我尼玛！这游戏呢要找很多宝藏才能升级枪械，升级枪械之后才强。老毛的准备啊，准备啊！感谢北平，谢谢。第二个 boss 应该是电锯男，啊，应该是电锯男。搞一下了啊！刚才打 boss 爆了一个金戒指，哇，能卖5000块钱啊！5000块钱在后面可以买很多的这个东西，冲锋枪、医药喷雾，再买5瓶药。那把机枪子弹给他，老毛子这样子，然后那个等会喷子也给你用，然后我用手枪跟狙击，然后，我用两把枪，你用三把枪，你用机枪。你手枪不要，把手枪子弹全部给我，啊，我打手枪，你打机枪跟喷子好了。然后呢，狙击呢，然后我来打。然后呢，你再打那个，榴弹手，然后打，哦，到时候我打火枪。好，先准备完 ，OK， 来，开始了。啊，我打手枪吧，我打手枪吧，手枪我觉得，我觉得这游戏当中的《生化危机》系列呢，还是手枪最牛逼。我要这点药。啊，走了，走。你现在如果前面如果你打不动的话，你就交给我打，好吧？你就站旁边看着。来，这边机枪你捡一个，机枪捡一个，啊。既然你玩的菜啊，那就不要上啊，等会我来，好不好？除非有大怪物啊，大怪物你上，因为我打手枪，我是狙手，你是冲锋手啊。如果有怪物群或者有那种大怪物，你就冲。主要还是保护我啊，知道吗？主要还是保护我。来，谢谢我们的夜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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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后面来来来，来后面来。啊，谢谢抑郁。啊，这开。
谢谢我们的都宋大蓝星，谢谢都。老毛的，你对于第二个电锯男 boss 你有没有信心啊？啊！我勒个去啊！这南非人民，那你妈这赛的是什么呀？啊！遮羞布，谢谢我们的飞笑。这边有东西来，那个机枪子弹你拿，手枪子弹我拿吧，我就拿手枪，我就拿手枪。啊，金子全捡了。这边有个梯子啊，需要男女搭配一下，然后把你抬上去吧。梯子报废了，过来呀、啊！你在后面干什么呢？来，你上去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危险啊？有没有危险？嗯，干嘛呢？有没有路？我操，你又下来干屌啊！哇，女上位啊，我操，上我啊，来上我，哎嘿嘿，哎我勒个去，这体位，我操，这边在砍人，你妈僵尸不正常不咬人吗？他妈砍人呢、啊、啊，谢谢野玉，谢谢罐子小枪子弹，哎我来补一脚，我来补一脚，小心这边，小心这边啊，小心啊，你的枪，你的枪，你的枪，你子弹来补双连，谢谢八木木。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梯子去拿那个，哇操，你在这边打得挺彪啊，是不是啊？啊，我记得这边有一个楼梯啊，这边来，来上楼梯去，把那个钥匙拿了，拿了那个钥匙之后就可以拿喷子了啊，谢千商，快来呀，你干嘛呢，上去，呵呵，哟，哎我操，吓老子一跳，哎你过来，我干爷啊，要砍老的啊，这么牛逼呢，谢空格么么哒，搞定了没有，上面是不是，上面是不是有怪啊，哎呀我的天哪，哎呀我来这样啊，哎呀我去你妹，偏要逼我丢雷啊，谢谢吃饱了，等等来这边开炮，这边还有个箱子，谢谢猫猫送大蓝星。这个僵尸好笑人啊，这个僵尸是啊非常强大的变异体，非常强大，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谢谢顾忌，哎呀我操，吓老子是吧飞，哎我发现我们俩双连击伤害不是很高，我你妈笑得真你妈贱啊，笑得贱，死，谢谢阿松，来楼上看一下，不是这楼上要去，哎要你刚才你要进去的，你要进去才行，不然这边门开不了，燃烧弹，我把燃烧弹放到二，我身上没有药了，你有药吗，怎么了，你叫什么，等一下我东西没捡完，手枪子弹，等一下我东西没捡完呢，哎呀这边喷子子弹你不要啊，啊就是那么 come on come on please please， 哎呀妈，那这边还有药剂啊，是不是傻，哟吓老子一跳，我操，飞哎呀我要跳来干嘛，我在哪啊，好、哦、行我再上去，我捡东西，老毛子你解决掉啊，靠你解决了啊，别急我东西还没捡，为了捡一个宝藏，
金子，一百个金子。还有这边，这边没捡，大箱子 ，OK， 中宝我捡到，哇，这个值钱啊，这个你妈牛逼啊！来，先开门，开。哦，谢谢一，我操，这么漂亮的妹子，怎么了？我操，被拖进去强暴，不行，我要救他。哎呀，我去！哎，老毛的，等一下，老毛的，等一下。你妈，你傻逼啊！你这样喷子拿不到了。Hey, what's wrong? Be careful. 他抱住我了。你倒看上我了吗？是不是？哎，什么意思啊？哎，我操！我操，这嘴！我他妈想亲我！我操，老毛子，老毛子该你了啊，该你了，该你了！来吧，解决！哎呀，哎呀，我去！尼玛，这个不能打头，好不好？这打头爆头啊！我看好戏，我看戏啊！把撸死来，老毛子，把撸死来！不行不行，他不倒地，不行他不倒地，把路子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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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来这里，哦，交给你了啊，交给你了啊，我都说大怪交给你，我手上打不动啊，打了一滴血不掉啊，无伤身龙吧，哎，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哎，漂亮，漂亮，我老毛子你丢手雷把自己给炸飞了，哎，我天哪。爷们你真会玩，你真会玩呢，老毛子你过来，这边有把喷子。哎，刚才没有上来之前，那边有把喷子，那边。熊。不行，这喷子捡不到了。毛兄啊，喷子捡不到了。我给你喷子子弹。阿星，你注意点啊！你注意点。好。哎呦我操！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过来捡喷的？啊！那你拿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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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的。你拿，给你用，给你用，给你用，来，给你用。来给你用，给你用，你做突击手，你做突击手。算了算了算了，我本来想我刚才本来想骗你一下，然后我自己过来拿的啊。我看你居然跑到前面不捡，然后给我表示深受感动。我还是不跟你吵了，我不跟你吵了。我知道我可以拿，我知道啊。你看他这么好，我不能坑他，对不对？有我，好，行，走吧。谢谢易阳晨，谢谢。行，这边过去好像打 boss 吧？是不是啊？哦，这不是电锯男，我知道了。这个 boss 好像是混合怪。对，混合怪，游戏不要钱啊，这人生苦短，不是电竞男，混合怪，很厉害的一个啊，需要配合。不是这边怎么过去啊？我从那边过去。老毛子，你过来，老毛子，你过来，这来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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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踹门。多大呀？也不算太大吧，不算太大。之前某事小游戏，哎呦他！哎，老毛子快救我！老毛子救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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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你妈支援怎么那么慢？老毛子，不是你跟我跟紧一点啊，我一个人走害怕啊。
我刚才看弹幕呢，我尼玛就被抓了，我刚才被吃了，我尼玛我就死了、哎。啊，谢谢可乐。冲锋枪手弹啊，冲锋枪子弹，手枪子弹，来过来捡，过来捡，过来捡，你的你的，来过来进门，过来进门 ，no， 哎，这个 no 是什么意思？不能进这个门吗？来进。谢谢我们的囚徒。哎呀！我操！我操！刚才我听到了一个人疯狂点鼠标，是你吗？还是有人卡麦啊？老毛的是不是你啊？哈哈哈哈哈！嗨。谢谢我们的弹幕，谢谢。啊，有白条很正常，有白条很正常。我去，尼玛，这流的是什么玩意？我好恶心啊，好恶心啊！谢谢皮诺头，老毛了，这尼玛这黑色是你的洗脚水啊！你以前就跟我说啊，你的脚很臭，到底臭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天！我以前啊，我以前那个老毛的跟我讲啊，老毛的跟我讲，这个问我该怎么办啊，就是这个人跟我玩游戏的这个人啊，这个妹子黑妹子啊，然后呢，他谈了个女朋友，他女朋友嫌他脚臭啊，然后他女朋友说那个一定要把他脚臭给治好啊，表示非常有决心，然后呢，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把东西捡一下啊！然后呢，他女朋友天天帮他洗脚啊，天天帮他洗脚啊，每一次洗脚，我尼玛都洗出一滩黑水啊！是不是老毛的？是不是啊？然后那时候还拍了个照片给我看啊，那照片没有存，我尼玛没有存啊，一模一样。谢谢黄，谢谢啊，来开。我尼玛，你这脚臭是臭到什么地步啊？尼玛，你这一脚，我尼玛把袜子一脱，你应该去那个。你应该去那个做那个一六，做那个蚊香代言人，啊，做个广告，做一万个蚊子在周围飞，你把脚，你把袜子一脱，你把那蚊子就像下雨一样的啊，直接往下落是吧？那保证那个蚊香火卖啊，热卖啊！我靠，还用蚊香啊？就你的脚啊？是不是？啊，谢谢我们的南路，谢谢。蚊熏死，对，叫蚊熏死。谢谢我。哎，我操！我们跳过这段剧情来，来老王来，跳过。哦哦，好像被人插了一刀。我们这个主角呢是克里啊，我们主角是 BSA 是这个头领啊，就是啊小队长克里斯，也是《生化危机》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啊肌肉男啊，非常发达。拥有麒麟臂之男人，然后 BSA 那是反世界生化什么组织啊，挺牛逼的。嗯，谢谢孤独与你。我看你们很多人都对这个主角不了解嘛，啊，谢谢小小少年。来，金子。啊 ，BSA。这边呢会这个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这个 boss。哎，老毛是这样的啊，我先跟你商量一下战术啊，等会呢你去勾引，然后我来开火，有没有问题？问你话呢，有没有问题？啊，等会你来勾引这个 boss 啊，然后呢我来开火，然后我来把 boss 弄死啊，怎么还不愿意啊？我爆你女朋友照片了。这小娇妻联盟是那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隐蔽 boss， 我报到了啊，报照片了啊，隐不隐？你隐不隐？啊，那我报到了啊，等一下啊，我找照片了啊，对不起，哎呀，我有存档，哈哈哈哈哈哈，哎，等一下子啊，我找一下。嗯，哎呀，我去！
哎呀，照片没找到。哎呀，毛爷，我给你跪着了，毛爷啊，求你了，隐隐好不好？隐一下，毛爷，我给你跪着，我给你跪着，好不好？隐隐 boss， 啊，好好好好，对对对，你就往这一站啊，往这一站啊，啊，谢谢兜兜。哇，你妈！我现在一百多发子弹了啊！又有另外一个，可恶，没有生还者了吗？毛爷，你来赢啊！说好了啊，说好了，谢谢我岳俊，谢谢啊！哎，你妈，吃软不吃硬，哎，这个小逼啊，现在威胁不到他啊，他知道我照片没有了，你妈！啊，谢谢我们的 W， 谢谢艾尔。啊，熔炉钥匙，我们去开钥匙啊。这个 boss 女性观众肯定喜欢，触手系列 SM， 你想象一下，那么多触手，那么多触手插入你的身体当中，就比如说有一万根毛发插入你的每一根肌，就是每一寸肌肤之上，每一根毛发透过你的皮肤的毛孔，然后从你身上插入的感觉，这就是触手系列这个最为诱惑、最为美好的事情。我去，但是这个毛发有点粗。啊，一般人还是插不进去的。啊，谢谢蓝风。哎呀，啊，这一坨坨的，我去，好粗，好长，好有韧性。老毛子看你了啊！呜、哦，毛子你来引啊，你来引啊，你来引，你来引。啊，你左边右啊，不右边右边，你往右边引啊，注意坐标啊，注意坐标，交给我一次搞定的。停止。对，你引过去。他不会跟我了吧？不是老毛，你多打他几枪，不要跑那么远。行，好啊，我开了啊。哎呀，他过来了！我操！啊，不能，不能，我冲不去了！哎，漂亮！我操！他进去了没有？进去了没有？进去了没有？哎，他过来了，他过来了！门还没开，门还没开，老毛子不要死啊！不要死，门还没开！坚持一会，坚持一会，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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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快点，快点，顶一会！好，开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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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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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机关。不行，机关没准备好，机关没准备好。不行，失误。等一下，别急啊，别急。我的大兄弟老毛的，哎呀！尼玛，你怎么又把门？我来关门，我来把它关进去。尼玛，你好坑！你好坑啊，叫你读书你要喂猪。等一下啊，别急。我有火雷。来，等一下。烧。来，我来，交给我，你去赢一下，老毛去赢一下。去赢一下。我开了啊。漂亮，开了。来，进去一点，稍微进去一点，来，火雷，漂亮。来，烧住！不要让他出来！漂亮，搞定！来，蒸发！哇，老毛的，我发现你弹尽粮绝啊！你机枪打完了，啊！哈哈哈哈哈！谢谢老胡，谢谢印中。还好我这把火雷啊，没有火雷他又他妈跑出来了啊！我子弹还有那么多呢，还有八十多发。下一个电锯男是吗？对。那好吧，那我们走。我去，我都没掉血，看到没，老毛的，我不但没掉血，而且我子弹都没有用几发。你看看你，哎，你就是猪啊！你怎么那么猪呢啊，老毛的？来，走来，钥匙，开。老毛的，有没有兴趣这个做我胯下的吹箫童子？我把我的功力传授给你一半，
其实老毛的啊，我看你头上这个乌云盖顶啊，最近这个大事不妙啊。这个我呢也是这个上，有三生有幸上山做了几年的和尚。那老衲胯下有一个这个佛根，啊，有一个佛根，只要你这个张开嘴巴一吃，啊，就会提升这个30年功力啊。老毛的要不要啊？我不介意你是男的，因为怎么说呢，啊，因为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老毛的是不是啊？谢谢巫妖王。蓝牌我就不要了吧，我不是用蓝牌的人。谢蓝雨，我操，这一关我你们难打啊，这一关要命啊。Go. 哎呀，我操，被人监视了 ！Let's go！ 在监视我们的这个右边这个人是个盖啊，是盖子啊，盖爷，跟盖爷现实中长相也非常像啊。因为盖爷，其实盖爷虽然天天砍人，但是呢，他长得个头特别矮啊，这个只是比郭敬明高那么一点点。那谢谢因为爱情，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盖爷长什么样子了啊，特别是身高。身高是亮点啊，很牛逼的啊，但是不要看不起矮子啊，非常牛逼啊。盖爷能不能打跪着你知道不？为什么呢？那盖爷一蹦起来一拳打到你的膝盖，你膝盖就骨裂了，就跪着了。哇，你那多疼啊，是不是？你想象一下啊，一个肌肉男跳起来打到你的膝盖，你疼不疼？你跪不跪？我看一下我们的精准度，我的精准度，哎呀，88%，S 级，杀敌 S 级，通关 S 级 ，SSS 过关时间 B， 啊，这意思就是非常牛逼。啊，行，1-2结束，1-3。啊，这边我们给手枪升个级，因为之前这个捡了很多，捡了很多那个，小道具，这个道具的话可以卖很多钱。那我现在还有5800个金币，我先把火力啊、填弹啊、暴击率啊，全部升高。我们再卖点古董2000块钱，护符2000块钱，再升级一下这个手枪的暴击率。好 ，OK。老毛子，你买点药。老毛子，有钱买点药啊。反正你也不用升级。老毛子，你这样子啊，你每一次机枪没有子弹，你机枪升级一下弹容量。对，你把机枪升级一下弹容量，你的机枪子弹就满了。谢天才送的2大瓶。帮我买一瓶啊，帮我买一瓶给我，给我一瓶，给我一瓶，等会给你钱，我先借一瓶，借天才送大一瓶，给天才，你给我一瓶啊，我等会借你啊，爸爸，我借你一瓶，借你一瓶，来快，等我还你，不是，快给我啊，好好好好，要给我2瓶啊。啊，那我不还了，我只说借一瓶。你妈，你给我2瓶，那我不还了。我是个守诚，我是个守诚心的人。你这样子，我，哎呀，搞得我有点蛋疼了。我这个大箱子来，啊，大机枪，你用这个机枪吧，用这个机枪，那个机枪可以丢了。对，啊，谢谢小一，谢谢。上桥。哎，蓝牌啊，不要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嗯，既然射不到就不要了。走，来，咱们出门啊，出门。老毛呢？干嘛呢 ？Wait， 够什么玩？走啊！啊，谢谢爱笑。老毛这跟着我是个痛苦是吗？他痛苦吗？你们觉得他痛苦吗？老毛这过来，我问你痛不痛苦？老毛呢？老毛呢？过来。
快站到为师的面前。你痛不痛苦啊？你看不痛苦，是吧？先等一下啊，等一下。哎，老毛的，哎，这哎，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呀，你这个线不能打，你的线剪，老毛的，你碰到这个线你就撞上去，知道吧？你撞上去会产生一个爆炸的效果，爆炸了之后呢，你的皮肤就会变硬。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这个人家用枪械打你会减少三分之一的攻击力，这我测试过的一个 bug。啊对，啊对，就这样的啊，对，这非常聪明啊，你再补个血就行了，再把血补回来就行了。我就不用了，像我这种高手我就不用了啊，我只是把这个小技巧教给你。哎呀，不累，哎，小屁干嘛？干嘛？啊！哎，老毛，还有一个，我急救喷雾，哎呀，我勒个去！不是，老毛子，算了，不是，你怎么那么相信我呢？啊！你，哎呀，我操！你就不知道有一句话就什么话呢啊？男人的话能相信母猪的味道重吗？啊！男人说什么不要相信啊，知道不？哎呦我操！那老毛子交给你了，你喷子一喷一个，好牛逼啊！啊，我根本打不过这狗，哎、谁他妈的秀我呀？来，小怪交给我来，把这个大怪交给你啊，大怪交给你，进行牧羊。咦？什么鬼？哇，擦得不错。来，从这边来，上梯子。我尼玛，你射！哎呦我，一枪打飞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么牛逼。哎呀，我操我的背！我这个胖子，啊、跪着，跪着，来，鞭腿来。不行，我死了，老毛的，我死了，打狗。老毛打狗，老毛的打狗，打狗，等一下啊，等一下。哎，我给你奶一口。哇，这狗分裂了，好恶心，好恶心。把这上面小，上面小的交给我。小的。哎，你妈丢火药瓶。哎，老毛的狗交给你，狗交给你。我打不过，我手枪打不过，干他老毛的！哎呀，你这个小子！我操！游戏叫做这个《生化危机五》，这些 M 级低调。来，上来吧，老毛的，来，上来。这边的话，哈哈哈哈哈哈！哎，等一下！哎，金子，哎，老毛子，你记得怎么走吗？我突然忘记了，啊，我突然忘记怎么走了。啊，这里呀，啊，为师只是考考你的智商，你看你现在走不了，你现在还一条狗没有打。其实我早就知道是这里了啊！来 ，Come on， 来，推个门来，推个门。啊，谢谢 M2B， 谢谢虾筒子。这样子啊，老毛的你跳过去啊，我在后面帮你射啊，好吧？相信我的枪法啊！啊，对你跳过去啊，对。啊，我就往这边一站啊。哎呀！看到没有，老毛的啊，射得非常准啊，我射得非常准。要不是我把这个油箱射爆的话，这车不会翻起来，你就死了。啊，嘣，嘣，啊嘣，啊嘣，哎呀，我去，谢谢哈哈哟。老毛的上来，
小拳的，哦，操！干腿，干腿！谢谢都市大蓝星炮头，游戏《生化危机五》。散弹枪子弹，老毛子你要吗？你要不要啊？散弹枪子弹你捡一下吧。手枪子弹，这你都能爬起来啊？啊！我操！生化危机六只有突突啊，这一部生化危机很刺激啊，有剧情又好，然后呢？后面会有超级多的 boss 啊，等一下。啊，老毛子，你往前面走啊，老毛子，你先走前面吧，啊，你那么牛逼吗？那、啊、谢谢我们的子轩。嗯，你走前面，你走前面。我点个烟啊，老毛子保护一下我啊，保护一下为师啊，我点个烟。嗯嗯嗯。我操，你在前面打的你妈电光火石的啊，一喷一喷的，下水道都被你照亮了。嗯嗯嗯嗯。我这尖叫声，你怎么了，老毛子你怎么了？好，我来了我来了。点完烟了，那谢谢点点送的毛。哎呀，挺牛逼啊，老婆子，挺牛逼啊！啊，我发现你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了啊？一个人单挑 boss 对不对？怒刷装备是吧？啊，来，怎么了？怎么在发呆呢？来开门呢 ？Come on！谢谢嘟嘟送的十个大奶瓶，谢谢嘟嘟，谢谢。哎呀呀呀！谢谢维新送的萌，谢谢维新。My God! My God! 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哎呦，我操！我操！哎呦！好他妈恶心啊，我操，好恶心啊。哒哒哒。哎，不行不行不行，要爆了要爆了。不是，现在打怪不能打头。要打头的话他们会变异啊，会变异更厉害了。浪费更多子弹。还是打水用体术吧啊。我操。你这尼玛这一脚连锁都踹开了。啊，这么牛逼啊！谢谢迷茫，谢谢。你怎么那么屌呢？啊，你为何这么屌？嗯嗯。哎，等一下，老毛子，等一下，等一下，有东西捡，有东西捡，有东西捡。啊，这在海里去捞一点贝壳，有金子。还有宝石，来过来捞，过来捞！你从右边捞，我从左边捞。对，你从右边捞，我从左边捞。我微博叫虎牙楚河，嗯，虎牙楚河。镜子是金子。噔噔噔噔噔噔，捡到宝石了吗？啊，捡到了，好走。老毛是毛多吗？你这问题问得好啊！我们老毛子外号为什么叫老毛子啊？因为他脸上都是毛啊！他要是站在你面前，他根本不穿衣服啊，他裸体啊，站在你面前啊，就全身都是毛啊，脸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这就是老毛子的恐怖之处啊！谢谢安宇。哎，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用一颗手雷把它炸了。啊，中间有个大箱子啊，有个大箱子，你快手雷来，好，来，
我丢了啊，老毛的啊，准备好啊，我丢了一般很准的啊，丢了一般很准的。等一下啊，我离远一点，离远一点。哎呀，哎呀，哎呀啊，炸开了，炸开了啊，炸开了。爷爷嘛，我丢雷的时候你就不会走远一点嘛，我跟你讲了半天走远一点，爷爷嘛你不听话。那这个位置必须要炸这个位置，不炸这个位置这地方炸不开。他要不爆那怎么办啊，是不是这水果摊这个这边好像要去，好像要从这边过去啊，需要一把钥匙。那老毛的用脚把踹开，老毛的你脚不是很牛逼。老毛的啊，不脚很牛逼吗？啊，谢谢纪言。哎，哎，老毛的这边有个钥匙，我把钥匙先给你啊，我把给你，怕你死了，来给你钥匙。我这么准？哎，我操，来一群怪！老毛子，你守窗户，我守大门，啊，你守窗户，我守大门，来，你守窗户去，我守大门。哦呦，小心点，我保护你啊，我保护你，勾拳！哎呀，跪下，含住朕的龙根，再跪！再喊，再跪，再喊！你妈，我打我一拳，我去你妹，给我死！我来帮你，你大爷！我知不知道我是谁？哎呀，哎呀！我子弹没有用多少，啊，谢谢天启，天要逼我发飙。来，我们捡到子弹了，来，我们走来。哎呦，我操！秒杀！啊，谢谢麦哲一手好弹药匠。来，钥匙开了，来进。谢谢小 T。啊，倒影！哦哦。噔。来，这个，这边，我好像没有药了。老毛子，你还有药吗？老毛子，啊，老毛子，你还有药不？还有没有药啊？我只有半条血了，有没有啊？来，给我喷一点来。哎，好，他叫毛爷。哎呀，我去，我这么多人呢、啊！来，我你妈是僵尸李小龙啊，左踮脚右踮脚。我谢谢同仁送的蓝星。哎，什么鬼？空中支援要空击了。Roger, thanks, Kirk.哇，这飞刀！哎呀呀，小心点，老毛子，小心点啊！哎呀，爆虫了，有虫！来，交给我来，来交给我。老毛子，你上楼去啊！我先等一会，我找一个最适合的这个机会切入进去，切入战场。来，我来助你。喂。biu 好，行，可以了。克里斯怎么变丑了？丑吗？不丑呀，挺帅的呀。三，我还要发火雷，我这么多人啊，来秒杀。怎么了，老毛的？怎么了，老毛的？被蝙蝠插住了。啊，你自己先搞定啊！我这边很多怪啊！哎呦，我操！
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开门，哇，狙击步枪，哇操，狙击步枪啊，哎呀呀，我终于拿到我想要的枪了哈，拿狙还是很牛逼的啊。啊，走，咱们走，来，咱们走。哎，这边有个门呢，这边有个门。来，这有6发，有个暖用。啊，后面咱们可以搞60发啊，对吧？有了枪之后啊，这子弹好说。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从来不浪费1发子弹。你看我10发手枪子弹打到现在，越打越多，越打越多。你看老毛子的弹药越打越少，越打越少，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都是这个不到迫不得已啊，我就不开枪。咻！你玩这种游戏啊，就要节省弹药啊，节省弹药你就是爷爷，不节省弹药你就是孙子啊。对，打起来会特别费劲。哇哟！哇哟！老毛子，来个体术呗，老毛子啊！我操！狙击子弹。手雷，那个在周围找一找有没有东西，把子弹全部摸光，全部摸光，一个不留啊！什么玩意儿？来破窗！老毛的枪法好啊，老毛的他玩 CF 啊，哈哈哈哈，我又不玩那游戏，而且淋雨，而且我一般很少玩枪战游戏。啊，职业枪战呢、啊？什么玩意的啊？老毛子牛逼，什么都会玩。哎，不对，我尼玛，我是不是走错了呀？哎，对，这条路才对嘛。还在跟我抢东西，我去，你手速有我快啊？啊？我操！这几个小鸡巴虫居然能把直升机打下来，太他妈假了！嗯，啊，我来，交给我，天上的虫交给我啊，虫交给我，我狙击好多狙击啊，怎么了？啊，需要我帮助你是吧？好，来，上，能不能搞定？啊，那位能不能搞定啊？啊，我助你一臂之力啊，不要打头啊，不要打僵尸的头啊，免得打了他们报仇。啊，哦哦，庐山升龙霸，强奸雅典娜，死。这边有电锯男，电锯男的话被只要被打到一下就会死，这边秒杀。啊，这个没有报仇，打中他手中的汽油罐。哎，我操，这都会报仇？不会吧？呜，搞定，上弹，玩的就是帅，就是帅，游戏名叫就是帅，哈哈哈。谢谢阿宇，你要干什么？哎呀，偏要逼我是吧？嗯，全碎，啊啊。彩脸，彩脸，哦呦，哎呀，彩脸，老毛子电锯男打也不好配合啊，把他划死了，把他划死，把他划死，电锯男打也不好配合啊，然后那个我来狙头，然后你来。近战打，我来狙头，你来近战打，只要被摸一下就秒杀，摸一下就秒杀，一定要小心一点，一定要打得小心一点，因为电锯男就连我这种高手啊，我都不敢怎么说，都不敢轻易的去面对他，所以像你那种小菜逼呢，一定要听我的安排啊。哎呦，走，
我这打不死啊！谢谢降临，金子100个。门从另外一边被反锁了，被反锁了呀！好吧，上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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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边有子弹，手雷。老毛子，把狙击子弹给我，我给你点手枪子弹吧。我这么多手枪，1,2,3,4,5,6,6式啊！谢谢我们的贫僧法号奥特曼送的30个点。老毛子，给你个红草，给你个红草，你有个绿草是吧？你自己组合一下，组合一下。我手枪子弹实在太多了。哎呀，老毛的，这后面要靠你自己啊！你跳过去，你要单挑啊！来，过去吧。这个不好意思啊，啊，毛爷，加油！啊，加油啊！哎，毛爷过上去了，嘿嘿嘿嘿，哇，这么多！哎，毛爷，我来支援你啊，毛爷啊，这楚小五送他去。打半狙，行，我狙不到，那、啊、我去楼下帮你狙啊！王爷等着啊，我跑得很快了啊，快打啊，加油啊！哎，我的妈，我已经光速前进了！哦，我到了，我到了！哎呀，毛爷都被包围了，那不行啊！哎，我去，我要帮你啊，我要帮你。哎，哦，哎，哦，怎么样，毛爷？怎么样，我资源到不到位？啊，不行，我要用手枪吧啊！我觉得太浪费了，不想用狙，手枪子弹多。不会，哎，你不会没有子弹了吧？啊，省着点用，省着点用，省着点用，过来帮我开门。过来帮我开门，门在你那边，我这边开不了。来，快点，快点，快点！毛爷啊，毛爷！毛爷，开门！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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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呀、啊！哎，谢谢双子送大铁，好的。我操！不是，为什么我踢不坏锁？你把锁踢烂了？哎，刚才你直接把踢锁，直接把门踢了不就行了？为毛啊？冲锋枪，这么牛逼啊！手枪子弹，行，差不多，差不多。来，毛爷来。毛爷油罐不要打啊，毛爷啊，油罐不要打啊，你有脖子，这里你有脖子，我最喜欢你有脖子了啊，来，你也不会打打体术吗，大兄弟啊，你干 boss 了啊，来，我用狙击啊，我用狙击来干 boss 了，检查点就在这个巷子里面打啊，等会我说撤再撤啊，电锯男，哎呀好厉害呀，哎呀小锯子好可爱哟，哎呦好棒哟，好美，今天把你操翻，来OK， 连击来，老毛的上，一连上去踢，漂亮，好边腿，注意我的背后，老毛的，准备3、2、1，爆头，漂亮，一连，二连，老毛的注意我背后，老毛的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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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位置，换位置，我血不高了，我
风险量不高。油罐油罐交给你，第一个油罐交给你。我操，你打油罐的时候能不能？来，我来救。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的。拉过来的，拉过来的，拉过来的。逗逼。死了。怎么那么逗逼呢？怎么就？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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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狙到啊！好，等一下，我找机会，你上去踢一脚。哎呀，我操！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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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高拳耶、yeah! OK 我爆四阶了，小心小心小心，爆爆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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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捡，先不要捡，后狂爆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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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不给要啊，毛子你上，等会站起来后狂爆啊，没有硬局啊，你瞬间把他打死，来，我瞄好，我瞄好，相信我，相信我的狙法。老毛的上，捡尸体，捡！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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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啊，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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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回忆，谢谢啊。OK。哎，动作挺快的呀，老毛的反应力超群啊，反应力啊。哎，你干什么呢？啊！哎呦我操！哎，我也被电了，我操！啊，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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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不要受虐了，好不好？啊，我知道你有受虐倾向啊，就是能不能正常一点？啊，金子100个，我记得后面好像有一个罐，有一个大箱子的呀。大箱子啊，在这！哇，这么多宝石，还有金砖！哇，这么多宝，哇，发财了，发财了，老毛的，发财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为钱而愁了。谢谢夏末。嗯，老毛的，你记得吗？我们当时在工厂里面的时候啊，我们穷到什么地步？除了他妈的一个避孕套我们都要轮流用，你用一把来我用一把啊，用完之后还洗一洗，多么可怜啊，现在有钱了以后不用这样了啊。哎，谢谢蒙乐乐，谢谢，来开门。咦，什么意思？怎么飞机怎么爆炸了？哇，人也死掉了，我被烧黑了耶，好恐怖哦，我好害怕哦，人家好害怕，怎么这么多乌鸦？啊，谢谢天灵送的188荧光棒，我操，吊车服，我你妈！哎呀，我的天哪！我这僵尸飙车飙的厉害啊！老毛的注意按键啊，不要按错了啊！漂亮，射的漂亮，漂亮！哎呦呦，哎呦呦，这么飙，谢谢魏帅。鸭群风暴，呜呼呼，就特技表演开的，这车开的，哎呀，我的天哪，这开的比我还好啊！哎，有人救我们！我这狙法，老黑，哎，这个老黑是我们老毛子的情人。
阿仙讽刺。哇，这特效打爆了油缸。你吃饭在看这个直播快吐了，你8点钟你还吃饭啊？先散落分了。哎，完蛋了，我们包围了，走不掉，怎么办？我操，这枪法，这枪法真他妈牛逼啊！这枪法，哎呀，谢谢只喜欢你。Man, am I glad to see you guys. Built the team, Captain Stone. Premelegas Ufer. Thanks, Josh. I owe you one. You guys know each other. I trained under Josh. He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乔许是我的教官，乔许，谢谢 Do Baby 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谢谢 Do Baby， 谢谢，非常感谢。There's more info inside. We'll follow after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here. And keep your radio. 不过这后面的 boss 就一个比一个难度高了哟，难度非常高。谢谢小林送的六六浪。我们传，哎，这是我们的吉尔。我操，这个牛逼啊 ！Chris， 哇，这个牛逼啊！我们马上要去那个海域了，马上去海域了。Forget it， 要去食人族，要去打食人族。食人族那边有那个食人族酋长，非常屌。谢谢王俊凯。看到没，我这精准度看到没，760。老毛子，你打枪打太差劲了啊，你妈7.2呢啊。升级一下，买什么枪呢？防爆背心，嗯。整理一下，然后把宝物全部卖掉。卖出所有宝物。给卖10000块钱，我操。我在想要不要升级这个狙击，后面的话可以捡到连狙。那我们升一下容量，升一下容量跟火力，速度倒不用升，容量跟火力，火力900，好，行， OK， 毕竟我手枪还蛮多的，18的容量差不多，然后我们再买一瓶急救喷雾，药物买一瓶。好，RPG 没有吗？当然没有了，那现在还没有，那准备完毕，来捞猫志啊，捞猫志，老毛志准备好了没？生化危机5，那谢谢点点点。李阳，李阳的话一般吧，李阳就小白脸。其实生化危机系列当中呢，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克里斯啊，因为克里斯他牛逼啊，雇佣兵啊，一个雇佣兵一个特工啊。文件，谢谢我们的 TT 送大礼，还是雇佣兵比较牛逼。哎，弹夹，克里斯作品其实还好吧啊。你们很喜欢，你们有人很喜欢生化危机系列吗？有吗？哇操，这一关可难打了，这一关矿井，这关是矿井啊。矿井的话是哪一个 boss 啊？我操，老毛子，前面交给你了，狗群啊，来，第一发交给我，来，准备啊，有狗，哇哇哇哇哇 ，biu， 炸碎，又死。哎呀我操，哎呀我操，这狗我你妈分裂了，哎，我来救你了。哦哦操，哦操，老毛子，喷子快点，喷子快点，喷子快点，喷快点啊，喷快点，哎，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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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行了，不行，我手枪不行，我手枪不行，快点快点快点，我死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老毛子啊，老毛子，我帮你去清路啊，帮你去清路。啊，谢谢最亮的星，谢谢。啊，上面有剑兵啊，一直在射你啊，很疼的啊。庐山神龙吧，这个跪下来。
我操，我怎么跳下去了啊？我操，我马上过来救你。李昂是特工，克里斯是雇佣兵，不一样啊。谢谢点点送到。老毛子搞定了吗？哎，你人呢？你怎么不见了？那个 Big Man， 喷子五发多，喷子弹给你啊。这边好像还有啊，机枪子弹都是你的啊，宝石甲壳虫，来、啊、给你来，喷子，机枪 ，OK， 来、啊、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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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谢谢半开啊，谢谢花开半夏。生化危机五的 BOSS 是你们猜？电影里面有，这一部我玩的 BOSS 电影在电影里面有啊，电影里面有。你们猜是谁？生化危机五电影里面的。一百。啊！不对，哎呀，我了个去你妹！哎，老毛的过来，老毛的，老毛的，你过来一下，我给你补个药来。这个 boss 是克里斯，啊，克里斯就是那个墨镜男，有超能力那个，非常强。然后他可以手持火，他可以用手把核弹丢出来啊，什么火箭筒啊、飞弹、导弹呢、啊，什么玩意？然后移速的话是瞬移，啊，瞬移非常强，超能力。一些墨，对，威斯克，来，老毛子，我先跟你讲一下啊，这个矿井下去的话有点危险，因为下面的话，你看啊，这边等会你这样跳下去之后啊，跳下去这个矿车会移动过去啊，然后移动过去的时候，我会把前面的东西打爆啊，你下去吧，来，你下去吧，相信我的枪法。需要你下去啊！你先下去，我相信我的枪法啊！好，哎呀，你把打爆了，这么快，一瞬间啊！挺牛逼啊！我是看你开了一枪，我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你居然能射准！哎呀！挺牛逼啊，不错啊，可以的，可以的，老毛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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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哈哈，哎，我去，挺牛逼啊，啊，谢谢寂寞，谢谢，哎，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强，老毛的，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弱逼，没有想到啊，你今天寡目，让我刮目相看，我说你提灯的时候能不能等我一下，我已经把我黑屏了。要不这样子，来来，老毛的，来，我来提灯，你来打人，好不好？来，我来，来，我来提灯，你来打人呢、啊？老毛的，怎么样？哎，对，啊，对，来，去，往前面去，不要怕，老大，跟我。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走前面，好，行了吧？哎呀，怕什么玩意儿？我你妈，我的不，哎呀呀呀呀！来干他，来干他！哎呀，你妈，你妈，你不要干头啊！你干头他会你妈变异更强了，打腿啊！我操，老毛子，你打他不疼啊，老毛子？好，行，去走。东西都你捡啊，我来帮你提灯。来干他！哎，老毛子，上面有个宝石，来过来，过来把宝石打下来，过来把宝石打下来。你不枪法特别好吗？啊，就给你一次机会，一发子弹。啊，这边，一发子弹。哎呀，枪法是不错，不愧是玩 CF 的人呢。啊，是不是啊？
谢谢我们的蛋先生，谢谢。哎呀，这么牛逼啊，毛爷啊，蹦喷子啊，来继续喷，继续喷，喷继续喷。啊，你现在喷子弹还有这么多发，前面都交给你了，那我就不打了啊。我现在是养精蓄锐啊，处于一个养精蓄锐的一个状态。啊，接打接打，喷你喷你喷。哎，非常棒非常棒，不愧是我们毛爷啊，毛爷就牛逼。哎，毛爷前面有桥看到没，哎过去。毛爷玩 CF 玩习惯了，习惯爆头，你这玩这游戏不能爆头啊，要打腿啊。哎呀我操，毛爷，哎呀这斧头怎么，毛爷啊，来把他干倒，让我看一下你的实力。哎，不错不错，哎呀，毛爷玩得很溜啊，毛爷，毛爷玩得很溜。不行了，又爆虫了啊，又爆虫了啊，小心点啊！哎呀，我去，我这么照着你能看到不？啊，我都打前面去了，这橡皮糖送大停，小心点，小心你的背后，毛爷，小心背后，小心背后，背后啊！哎呀我的天哪，不是我在，快打呀快打呀，我的妈，我在提灯呢，不要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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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还好给你插了一根救心针啊，不然你死了，小心点啊，小心点，我在，你怎么这么不灵活呢，快看着，哎，你不要我了，快回来，快回来呀、啊！你在干嘛？不是，你在干嘛？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吓我？嗯，你自己补个药吧，自己补个药，自己补药。谢谢楚河呢，谢谢秦一。我身上没有大药，我身上没有大药，你用个大药吧。你舍不得用吗？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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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补一个，来，帮你补一个。看你挺可怜的，来，还满血了啊，对你好吧？我操，等会没有药了，跟你讲啊，最后一点药啊，前面你妈，前面你妈更难打，小心啊！你看你呢？又受伤了，你看我怎么不掉血呢，啊是不是，哎呀你玩的真菜，什么金子捡一下，我看你就疯狂掉血，疯狂的补药补药补药，你妈，你看过我吃过一瓶药吗，啊看过没有，这样子，这把我英勇一点，这样子吧，你来开这个机关，然后我跑进去，然后开你们的机关啊，你开，你开，摇啊，摇不动啊，好，哎，好，开好了啊，开好了。谢谢花太郎，来，准备进来，准备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点，快点，快点，进来没有？漂亮，搞定。这边我先狙啊，我先狙击，我狙击你打近战，我狙击你打近战啊！注意了啊，注意了，注意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还有天上的，哎，我操，背后背后，老毛的背后，哎呀，我了个去呀、啊！哎呀，我了个去呀、啊！你们啊，
我操！头！我不行了，我说我刚应该没有爆头啊，怎么回事？我操！小心！不要死！千万不要死了，猫子你不要掉血啊！不要掉血要死了！哎呦我操！哎，不行！我要死了，老婆子！我要死了，没有血！哎，有草药！看你了！喷药剂！小心点！小心点！小心啊！一定要小心！最后一点血！不要死！认真！扭脖子，尽量不干头啊！爆虫率那么高，因为爆虫了吗？他老是打头。好，搞定我最后四发子弹，子弹不多了，上面应该还有药吧？啊，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我手枪子弹还有很多，狙击没有了，后面交给我吧。需要你突突的时候，你上去突突啊，好吧？谢青春。来上来吧，药剂。你身上有没有额外的药剂？你给我一个，我组合一下。金子，手枪子弹，有没有啊？我操，你就给我五发狙击子弹啊！看看你包裹啊。手枪子弹你可以丢了，我不需要那么多，我手枪子弹太多了啊！啊，谢谢梦里。不对啊！啊，那边有个梯子，有楼梯。绿草，我现在双绿草了，啊，谢谢怀念。啊，前面有一个冲锋怪啊，等会你去冲锋啊，有几个自爆的啊，交给你了啊。我不是冲锋手，我只适合在后面帮你这个打酱油。问题吧，手枪子弹太多了，我要想个办法把这个弹夹容量给提高，不然的话这手枪没什么必用啊。来，交给你了，老毛了啊，交给你了，小心点啊，被自爆的，哎呀！哎呀，谢谢点点送的毛，小心！哎，这边，这个洞，对，很深，对，就这里，小心啊！啊，操！来。啊，把机枪给你，等一下，下一个 boss 应该是大飞虫，对，大飞虫打完之后又是独眼巨人，是吧？谢谢都送大瓶，谢谢啊，我想起来了，那从这关是狙击非常重要的一关。狙击关卡，但是这边有个连狙啊，我在考虑要不要用连狙。绿草一个，狙击弹药五发。哇，这个 boss 可难打了。这个 boss 老毛的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戒色，可以换狙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换把狙击，在考虑啊，在考虑当中。Swing。啊，盖爷，盖子。Wow, perceptive, aren't you? 谢谢我们的酒饭送的饭。这表情很滑稽啊，这表情。生意人。Or, how about you drop yours? 啊，谢谢我们的荣耀酒饭。
我看今天晚上还能打，还能给你们打完第四个 boss 跟第五个 boss 会一个比一个大啊。打完这两个 boss 咱们就要玩那个正当防卫了啊，差不多吧。还有食人族，还有食人族这些故事。防卫过道，对。这边有点难打啊，这一路呢都是自爆怪啊，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冲过来自爆的。反正尽力。来，我来狙击，主要是靠我。老毛子，你也不要死啊，多买点药啊，多买点药。那这个炼油厂，要去这个炼油厂。他那边 Marlison 这些信仰送的吧。Delta Team, Chris here. Relocated Irving. 啊，我捡一下弹药。惠子，狙击连狙，我操，连狙！好。哇，连狙可就牛逼了！来，哎，不是，哎，老毛子，你下去，老毛子！哎呀，我操！那我要死！爆！哎，我了个操你妹的！我尼玛，我现在药都没有啊！有一个小药，但是我舍不得用啊。老毛子，我来找你来，老毛子，你先别走，给你药，给你补个血来，手枪弹药我丢一点，没有什么用啊。手枪弹药，狙击也丢了吧，直接丢。好，谢谢我们的易峰。就要这连狙了啊，那旧狙不要了啊，旧狙你妈打一枪换一个子弹，你妈太垃圾。啊，可以啊，哦对，可以卖掉。啊，算了吧，现在已经丢了，我至少可以卖个四五千。哎呀，我的天哪，来补个药剂来。不是，你可以上这个呀，上这个的啊。操，这牛逼啊，来求死。我操，这个牛逼啊。老毛子把僵尸引过来了，老毛子来把僵尸引过来，来我来撤，不浪费子弹啊。好吧，既然你解决了算了吧，但我没说。散弹枪子弹狙击，这什么玩意，厕所啊。哎，啊，算了，走。哎呦我操！野马，我让你蹲坑，手枪子弹，手雷，生化危机，对，生化危机。注意看天上宝石，老毛的，注意看宝石。Chris， 谢谢，不要打我。我说这小逼怎么那么贱呢？怎么又？老毛子，你从这边下去吧，从这下去。我记得这边有一块宝石，我找一找。那个，看到了。老毛子，你看到你前面左边有一个闪光点了没有？看到没有？宝石，来，我来帮你狙击。举飞了，宝石看得没，老王的？我的狙击好晃啊，这狙击好晃！我操，小心点啊，千万不要死啊，千万不要被炸到啊，千万不要啊，注意了啊！我只能尽量掩护你，主要你自己不要浪，千万不要浪啊，
啊，那个小狙确实一枪一个啊，但是这个狙它虽然不是一枪一个，但是可以连狙嘛，是不是？连狙有连狙的好处嘛。纽博再见，你不捡的话我来帮你捡吧啊。哎我操，你捡过了吗？威力小，哈哈，咱们不要威力，咱们要速度，哈哈哈哈。哎，让你丢雷，我让你丢雷，老毛子赶紧上来，老毛子打不完，打不完赶紧跑，老毛子赶紧跑，赶紧过来，赶紧跑。怎么你就会卖萌是不是？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哎呀我你个逗皮，说你怎么那么逗呢你就。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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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推推推推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哎呀我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漂亮，鞭腿好，鞭腿好，鞭腿过一脚，你个小逼，死死死死死，好，谢谢呵呵，谢谢哦。手雷绿草连狙，哎呀我操，他妈你真牛逼啊啊，谢谢二逼，就是我干 boss 了啊，老毛的啊，这样的啊，同样战术，你来勾引我来埋地雷啊，好吧，勾引战术，你勾引我埋地雷啊，准备好。老毛的有信心啊，老毛的有没有戒心？我去送，我去送什么？我这么牛逼的人物我还去送呢？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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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来了啊，我操，这尼玛这 boss 好难，怎么办？看到弹幕有看到有人这么说，没有关系，我们是高手，相信我们，我们俩外号夺命双雄啊。谢谢我们的熊大，谢谢魂梦，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夺命双雄吧。老毛子啊，看你走位了啊，给我争取时间，给我争取时间。谢谢狗哥送大瓶，来，给我争取时间，快点！你给我争取时间，哎，别动，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不要往我这引，不要往我这引，不要往我这引，往右边引，往右边去引。对，在下面，在下面跟他周旋，下面跟他，哎呀我操，你怎么死了？快跑快跑，你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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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啊，你快跑你快跑，不要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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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你个逗逼，你去找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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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这边有这边有，右上角那个房子去找去找去找破箱子，不是我让你给我争取时间，你妈，哎呀，不是我刚才不给你瓶药吗？你为什么不用呢？我操，你用了，我给你子弹，你把药买一下，把药买一下，好吧？啊，子弹给你，
买下药啊。毛爷，毛爷，你买个药，买个药，对，买个药，你多买几瓶，多买几瓶，我也买一瓶，好吧，我也买一瓶，我也给你买一瓶，800的威力。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真是。我操，你买三瓶啊！你妈，你真他妈有钱！就是你真他妈有钱啊！啊，行好 ，OK。啊，谢谢熊崛起。等一下下去，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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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弹药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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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弹药捡了。请记住，给我争取时间啊！我只需要30秒，30秒，我喊你上来就上来啊！给我30秒，给我30秒，下面跟他绕，下面跟他绕，来快，来跳过，来去吧！给我30秒时间，快点，快点！不要带上来啊！不要带上来，不要带上来啊！注意了啊！配合啊！不要让我失望！很快准备好，很快准备好。别着急就行，不用开枪，不用开枪，不用开枪。毛爷啊，不要开枪，毛爷，你这样开枪你很危险，你会把你堕入，你会把你自己带入危险之中。来，准备往上来，从那边开始引，从你那边开始引，引过来。一条路，准备走，准备走好，上来，上来，上来，从这边上来，从这边上来，快，快点。你们后面注意。来，过来，过来，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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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我打邻居。差不多，差不多。第二个，第二个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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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地雷，打地雷。OK， 再来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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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咬了他。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我准备引爆第三个，我准备引爆第三个。他妈的，我他妈埋了6个雷啊！完蛋了，我没捡起来，我操，2颗雷，叫他揍人啊！见喵星人，啾！这一个特写画面让我瞬间的懵逼了啊！乒乒乒，3发手枪搞定。那3发手枪搞定，我们打那么费劲干什么呢？哇！谢谢偷月的鱼，啊，接着干第5个 boss， 第5个 boss 独眼巨人，谢谢简单。啊，这小兵过来接我们了啊！我操！谢谢叫我关人，谢谢。浪费啊，我的地雷啊！我那些地雷卖钱都好，去你妈！全你妈送给这个 boss 了，我早知道埋个3个算了。什么玩意？我命中率为什么50%啊？你82%啊？这他妈搞错了吧？50%是你吧？你妈这数据有问题啊？这不科学啊？哦，给你机枪子弹。行，这波准备好没？这波准备好啊？这波这个一波千万不要掉血啊！注意按键不要失误啊！不要掉血啊！不要掉血。好，准备好来，那什么好？把这 boss 给清了，谢谢空白。噔噔噔噔噔噔！我尼玛，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空枪吧？哦，问题我没有空枪啊！张杰二杠3，热带草原。
这位太海威后是季节四小四送的两大季节四小四，谢谢。哇、大家好，现在直播的游戏为血战上海滩啊，这些小日本鬼子啊，这个他们为了日我们下面这个妹子啊，我们下面这个妹子是这个毛利国公主啊，跟我们中国是联盟的啊，谢谢我们的贵族。这款游戏非常好玩，史诗级 RPG。这是射，这是开机枪，谢谢五。小毛打油箱，打油箱，打油箱。我打人，你打车油箱啊！注意了啊，我主要打右，你主要打左。我打右，你打左，注意哦。谢谢阿诗。啊呜、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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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个 Bobby， 按键不要失误啊，老毛子啊，牛逼，可以的啊！现在暂时没有掉一滴血啊，希望能撑到 Boss。左边还有辆车，注意打好。啊，不行，打乱油箱，我操！好了，哎，刚才那一瞬间是不是有个怪物丢下了一个斧头，然后刚好我的枪打到了那个斧头，然后弹飞了？我这么牛逼我？好，谢谢羊。啊，老猫，等我注意了，马上会来两辆车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打左，我打右啊，记住了，不要错，你打左，我打右。嗯、我这漂移，哎呀，老毛子，你按错键了吧？老毛子，让你注意按键，注意按键，尼玛你个坑逼！好、啊，你打左，我打右，先打上面的人，再打车，先打上面的人，再打车，注意了。好行好行，非常好，我右边没问题，右边没掉血啊，右边没掉血。我老毛子，你逗逼吧？老毛子，我尼玛这半条血都是被你打掉的，我操！是不是？你不是说你枪法好吗？好在哪？啊？我他妈，我们快死了！这不能加血的啊！哎呀！谢谢单纯送的六六荧光棒。不行，我过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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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小心点！我把车打爆。OK， 谢谢金木岩。Nice。要过桥了，马上打 boss。右边，右边，右边，看到没？右边，看到没？先清人，先清人，先清人，清车，清车，清车！快点，快点，快点，打快点，快打快点，打快点，漂亮，漂亮！哎，我操！为什么我用机枪，你他妈你用加特林啊？我想跟你换，我要用加特林。谢谢可可。啊，行过，这关太他妈简单了啊，脑残。啊，谢谢啊，谢谢我们的雕像。看我的火力，我操，下面的火力更猛，我操，老毛了，你这枪比我火力大太多了，凭什么呀？哎。哎，谢谢小 T。哎呀，人家管子多，
还连麦呢啊，这位大兄弟啊，他这个是我大弟子，盖子是我这个二弟子，然后大河是我三弟子啊，这是我大徒弟啊，玩游戏的大徒弟，他不会讲普通话。谢谢拉拉，谢谢。谢谢我们的26号，我生日却不能看，送大屏啊，祝你先祝你生日快乐。我不是每天直播到很晚啊，杨我说什么鬼，哦哇，哎，我操！用人的尸体做了条围裙，你他妈变态了，是不是？哎我去！老毛子，看到你兄弟的感觉怎么样？嗯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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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哎我去，哎我上车了，来开战，注意了注意了，不要按错啊，干头干脚干脚干脚，踩脚的时候踩脚，干脚的时候干脚，小心干头，这边干头，注意左边跟右边的人，我先打人，注意爆虫，注意爆虫，油罐先不要打，等会再拿武士的打，注意顺序啊，把虫打了，注意打虫，注意打虫，拿石头了，拿石头了，赶紧打右下角油罐，石头不要让他拿，千万不要让他拿，坐稳，按键不要失误，按键不要失误啊，千万不要失误。OK， 爆虫了，全力输出，全力输出，全力输出，两步吧，打死，两步打不死，我们要死啊！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管啊，什么都不要管，全力打爆，全力打爆，全力打爆，爆爆爆爆爆爆！完蛋，完蛋，打爆，完蛋了！哎呦，哎呦！注意按键啊！注意按键！我操，四个字！站稳，站稳，站稳！你妈！干头，干头，干头！我过热了，等一下。他要拿武器，他要拿武器！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打虫，尽快打虫，尽快打虫，尽快打虫，还有三个，还有三个，最后三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一定要快啊，打快点啊，你刚才没有按键，掉了血是吧，干头，注意位置，全力输出，全力输出，全力全力，全力快点啊！漂亮，爆了，搞定，垃圾。啊，不是老毛的，要不是你刚才被打了一下的话，我们无伤。你个逗皮！谢谢点点点送的毛。老毛的，我屌不屌？啊，我就问你，我屌不屌？谢谢点点送的毛。然后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去那个食人族了，食人族。谢谢苏苏家的物语军牌。Where are you, Josh? 游戏名叫做《生化危机五》。生化危机五。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A personal stake. Chris, look around. We should both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I'm not here just for the missio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不过接下来有一段剧情非常牛逼啊，你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 boss 到底有多强。But when I saw the data file from Delta Team, I knew for sure. Jill is still alive. That woman in the data file. 嗯，谢谢我们的点点点送的龙，谢谢。We were partners. I'm sure. Wait. 很冷漠的，因为我们克里斯啊。这个因为这个黑妹看上了克里斯，但是我们克里斯一直要追求一个人，就是吉尔，就是以前的队员，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妹人啊，一直为了追求于她。Wait, I don't have much time. I have to find her. 那我们要去找吉尔。那在最后一段过场之后呢，你们看完这最后一段过场，这个过场非常刺激。People that are dying here. Are you sure about this? A second ago, you were ready to cut and run.I can't just turn my back and walk away. There are no more orders from here on in. It's just us. 谢谢 ET 送大屏。通关啊，通关还早呢。后面还有十几个 boss 要打啊，十几个。老毛走了，对，老毛都应该知道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剧情。冰冰冰冰冰冰冰。谢谢永恒才人送的梦，我命中率还不错，63.8，63.8 S 级，马基尼。好 ，OK， 看你们，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一章的剧情，非常屌啊！这边是食人族，食人族。看好了啊！ What happened to your brother? Jill and I were pursuing a man named Albert Wesker. 阿尔波特·威斯克。那你们见识一下最后 boss 到底有多牛逼。Top official with Umbrella, the leader of our Stars unit. 这是最后 boss 啊。Again after the Raccoon City incident on Rockford Island. Since then we've been trying to track him down. Then a few years ago we got a tip from a reliable source.The whereabouts of Umbrella's founder, Oswell E. Spencer. So we paid him a visit, hoping he'd lead us to Wesker. 那这个眼镜风骚男，很爱装逼的一个男子。Wesker. 看这速度，这超能力，很牛逼啊！我操，这力道！这就是最后 boss 啊，无敌！我操！要丢我们主角下去，这个时候 ，no， 我们的女主角，舍身相救，啊，所以我们的克里斯一直想着这个妹子啊。啊，谢谢我们的一送的15个好毛，谢谢点点送的8，而且最后超变态啊，这个 boss 超变态啊。You two were close. 这个 boss 怎么打都打不死，怎么打都打不死啊！哇。What about you? Why'd you join the BS? My parents were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caused by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when I was young. Umbrella. Yes.好的，这游戏叫做《生化危机5》。那今天呢，这款游戏暂时会播到这里。今天也是我最后的一天直播。然后那个过几天呢，我要去北京治病啊，然后要治病要治几天啊，要治几天，然后才能回来。然后你们想下次接着看，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在我回来之后，然后会给你们一个接着直播。
There's only so much one person can do. 什么病啊？ Even a superhero like you, Chris. 不好意思说。No superhero. 这个做主播做久了，一直坐椅子上面，这个局部啊。这个痔疮硬化啊，是一个非常稀有的病啊，如果不治疗可能会死，会举报，所以要找那个北京，我这治不好，要不找北京的专家给我专业的去切除治疗啊。哎，好吧，存好档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去玩那个正当防卫三。那今天这个游戏暂时玩到这，点过订阅之后呢，以后想。